手机是多严重 ？Oh my god！ 真的很可怕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用所有的保养品或者是洗脸的东西，我都需要很小心。对，那我这个已经用好几年了，然后我都没有不舒服。就是这个洁颜慕斯，好可爱。我跟你说，按压1到2下，它就会有很细致的泡沫，会有泡泡。Oh, 1万的痘痘喷雾，它虽然是叫痘痘喷雾，但是它全身上下都能用。哦，它的这个喷头用的是特殊设计的喷头，你看它喷出来的水雾很细，有没有？非常的细啊，非常的舒服。